在这个电影里演的是一个小兵，熊军的小兵，就一开始很怂的一个小兵。快，骑兵军师。熊军是比其他的部队的要勇敢还更危险的一支部队。那随着剧情的发展，完这小兵成长到后来变成真正的男人。也不算自己成长，也得需要别的人的帮助。但是以大体的我想过，应该是骑兵军师团结就是力量，不能放弃。骑兵军师带上我。